啥？干啥呀？哎，你咋把我情书给烧了？我以为那是……你说啥？你咋还写起那种东西了？啊，你们上学老师就教你们这呀？这还用教？文哥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这个年纪喜欢女同学，嫂子能理解。但是你不能因为谈对象就耽误了学习，听见了没有？不是我同学。不是你同学？那是谁家女儿？我认识吗？谁呀？你。我咋了嘛？我还不能问了。雪儿。哎，来了，妈。